刚才不是楼子就看到这面给他开洞，给他烟囱子介绍了这个吗？现在这个底切开了，这个内胆是从这样的进出的，看，把这个故意的搞了三个点往里面撑的，啊，做了三个切开了，现在能放进去吗？这烧了就把它夹住了，那能行得很。好，看到吗？不换就代表不漏气了，不会掉了啊啊，不会掉了，这拿烧水火药壶，拿筷子捅内胆，然后做的柴火炉。这边烧火，我可旺了，我可旺了。柴火这边烧柴，烧的烟上面盖一个壶，就这样的烧。现在就是瘦小了口，旁边有个硬床。你把壶烧水壶架上头看看呀。对，能放上吗？烧水壶没拿来，就是随便找个壶就意思一下呗。嗯，找个壶。嗯，能行吗？烧水壶改装的啊。那这不是个不锈钢盆吗？嗯，这不是代表锅了吗？放在上面，看到吗？嗯。如果说比它大一号，就这样的挡住了；如果说比它小一号，那它内胆撑出来了。大一号有鼻子撑着的，小一号它有这个鼻子撑着的。它是往外滚的，往外压的话，它是受力，力道大。就这个意思，不就是代表锅了吗？就这样烧，这是天才吗？天才的火大了的话，它里面可能是那个氧气不充足，抛出去的压力过大，那么从后面一个烟囱子，从这里再放点气，放点灰出去，那就更干净。这个地方转个弯，七字形的，也就是。但是这个壶一加以后，这个炉子看着又高了。一个碗，我知道，但是看着高了呀。不高呀，还是那么高的，一样的，跟那炉子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高就是高到这个东西，这个水壶的这个位置，最高不要紧的。好。